好啦，起步五啊，等一等，慢一慢咧，大包尾嗰只咧，绿色嗰个007嚟噶，睇下前面先，最快出嚟先咧就系白色嗰个蓝记之宝啦，里边内档咧见到系嗰匹咧黄色嗰个铂金啦，第三位开边外档就红色嗰个非凡夫，第四位咧就黑色嗰个008啊，一对咪后咗少少嘅，所嚟咩嘢007包落面咧，反而系唞咗段时间有荣华黄昌啊，好啦，转咗700米弯嘅时候啊，单骑放你放得好快嘅蓝记之宝呢度带嚟三色嘅马位。首遇第二位咧就六合金啦，第三位开边外档咧背吹上紧嚟，见到非凡夫啦。第四位咧四五位对同转马，里边内档咧黑色嗰个008，开边咧就绿色嗰个007，远包咧就粉蓝宝嘅荣华黄昌走势麻麻地嘅，入到嚟最后200位啦，大力拖到手咧就蓝记之宝仲系尖尖两个马位，但系呢个时候咧后边啲马冲紧上嚟啦，见到六合金啦，开边外档就非凡夫高分马都冲紧上嚟嘅，四五位咧就都系走势麻麻地007、008，大包尾咧就荣华黄昌。中在望嘅时候啊，越冲越劲就系六合金，赢市就做六合金，跑第二名非凡夫，第三名蓝记之宝，零零发后上跑第四嘅。